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原神活动攻略，有朋自远方来，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冒险和惊喜的世界吧。好的，这一边活动第一关，这些食材呢可以去这个蒙德的猎鹿人去买来。开始。来，开始操作啊，这边摁这个金色的啊。看这个指针，到金色这里按一下，如果这边没按到这边，等他回来再按一下，就搞定。这边这个虾人也是一样，到金色搞定。在这一边长按，然后到金色松开，这一边来开始操作，以后到金色问一下，扔一下，到金色问一下。好的，这一边搞定。这边这个可以更换装饰啊。这边直接完成。边活动第二关啊，这个食材呢还是去蒙德的猎鹿人啊都能买得到。开始。这个环节啊，潘塔洛涅可不好对付。这边我们来第一步，贝克牙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到这个金色发光，点点一下，完。好的，然后这边来第二步。这边来。然后长按到这个曝光点松开。小猫去哪里了？这边开始第三步。到发光点这里点一下，好了，这边摆盘啊，你们怎么好看怎么摆，往这边完成。好，这一波第三关来，开始烹饪。来这边，在金色的地方按下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，一刀、两刀。你为什么这个切的变锤刀纹切的有点多？改造完成。然后第二步，这边来按住。松开，按住，松开，按住，松开。好了，这一边搞定。这边记得摆个牌什么的。好了，拜拜。